好，谢谢，可以吗？霍建华真是一如既往的高冷呀，粉丝为了要签名小跑至霍建华身边顶拍了一下后背，霍建华也是立马黑脸回头，誓言你打我干嘛。不过霍建华的脸上一向是没有什么表情，想必也是走路走得好好的，突然被拍了一下有点不解。但是霍建华也是接过粉丝手中的照片签名，并没有因此而拒绝，说不定其中还有开玩笑的成分呢。我是真的会骂，一直骂。你说他们什么？你说你拍什么拍？拍什么？你干嘛？谁让你拍的？你谁啊？后来觉得吃亏的都是自己，哎，干嘛？并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的，对啊，改不了。他们就一直写我什么怒斥什么记者什么的。后来我就叫我的同事发我的那个工作室的微博，我说下次说剑指吧，你们啊，换点新的词儿。对，上次我看了你指的那什么，他们永远说我指，我有时候指就是说，哎，你让一下。但是你我没撞到人，他也说我在生气。但问题是，我气什么？